云林的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张先生，这个哦，电话真歹卡啦，有够歹卡的，是是，歹势，我要讲几句话啦，简单啦吼，好，我嘛是台湾人，我拢是台湾人，这句话大家唔知影会记哩未？这句话就是民国八十几年选第一遍的省长的时阵。咱的某某人开始学讲台湾话，的时阵，伊袂晓讲台湾的用安尼讲诶。宋楚瑜啦，嗯，哦，宋楚瑜哦，嗯、大家有印象的款啦。嗯嗯嗯。来，1987年，我伫金门做兵，嗯，讲台湾话，一句甲我罚100，我唔知去七一个月，叫做推行国语月，一个月罚100，我唔知罚几百，我袂记得20几年咯。啊，我一个月领2100啦。啊，我唔知去学几把，咱都较慢慢。都讲叫咱讲北郊的，咱就袂晓讲。嗯，嘿，我干那简单要表达的啦。张先生，多谢你，这都你看嘛，记得一世人。